我们的炸药也准备好了，欢迎来到英雄联盟。 回家吧，我这晃晃悠悠的都干哈呢？ 边框展开，一会儿打团的时候，我就把这框给它打开。这应该叫什么面具？嗯，我的面具。挫败邪恶，就是在拯救他人。谁打电话？都是值得的。 你给我别吃！我依然相信那最初的心态。我操！没想到这小子居然藏到草丛里边了。 给我了吧！守护者，从不回避自己的恐惧。看看这补刀。 成为星之守护者，我得以实现愿望，而那些不能如愿的人，我为他们而战。 我发了个死，杀铁男吧，纯汉人精吗？这不。 其实我觉得刚才死哥也能死，我有点害怕了。那铁男又没有技能，我怕什么呢？哎，没玩好，这就是脑子不太清醒。铁男也就砸我两下。 我有鞋，我追那死哥随便追，直接给他追死。
管怎么样，他都能找到你。差点钱，差五十，怎么能？那他妈咋玩？差五十，摸你一下。黑暗从此消散。我一定要改变这个世界，一定要。让他卡了一波线儿。很烦呐。虽然说他卡不住吧，但是还是让我少吃一波兵。这也太乱了，一定瞒住我爸，他很忙。好想飞过去点他一个电浆啊，把他针眼把他眼给他排了。有颗元气，你挡不住我的。怎么的呢？不吃了？没别的办法。那死哥咋那么不怕死了呢？给我了吧，啊？给我了吧，你也够了吧？你咋那么不怕死呢？谁让你来的？点一个，我不敢，我不害怕。今天是拯救世界的好日。两层塔皮儿，妮娜才不喜欢追星。Unstoppable。你截住他。单杀可以吧？哎，也不是单杀，有助攻，那就行。不懂就问，电浆是啥？被动吗？电浆吗？哪去了？这个叫攻击一名带有四成效果的敌人，将消耗电浆效果。电浆吗？
战斗的理由。咋的了？这些就够了。发生什么事了？给他蛤蟆抢了吗？我没看见啊，我 Q 兵呢，我根本我就没瞅着。故意的，我们真不是故意的。那不有人问我那电浆是啥吗？我那哪有心情去抢他东西去？皮肤手感怎么样？那手感绝对的杠杠的。成长意味着活着的希望。那你能打过我吗？这是在开玩笑呀！从来不是件容易的事。我是托儿，我托儿什么托儿呀？我这自己花钱买的，我这给水友整的福星计划免费体验，要不然我能玩一天吗？你说呢？他手感要是不好的话，咱真的有一说一啊，手感还可以，就是模型感觉脸不行。脸没有超出我的，就是没有达到我的预期效果。这个脸，这个脸我不能认可啊！其他的我认可，这个脸我不认可。我就有意就说你，守护者从不回避自己的恐惧。我老二次元了。这个脸型根本达不到我那魔法少女的这个达不到我的认可。吃啊啊，不是阿克曼要吃啊。还有时间纠正自己。你二个勾巴还二次元，怎么的呢？我绝对是二次元。什么番我没看过？鞋子崩了100块。前两天我还看着 Overload， 那都隔多少年出了，我兴高采烈的我去看 Overload， 我上 B 站一瞅，我说这不出了吗？我一看港澳台限定，很好。哎，不让我看，
一定要改变什么，一定要。心之守护者守则第一条，永不言弃。你没找对网站，那我肯定去找点别的网站看了。这你就不用担心，那有地儿肯定是有地儿。我主要想看弹幕，没有人陪我，我这既孤独，明白不？孤独。变身！来，把我的小边框亮出来。我不孤单，我不害怕。Your team has destroyed a turret.一会儿七点钟我们有一个星之守护者的对抗赛。今天是整个世界的好日子。第一把我上单那叫什么英雄来着，尼拉，啊，尼拉。实在没有上单英雄了，没办法，选个尼拉吧。还把我掏过来呗，谢谢啊！厄加特第二把的，第一把玩不了。上去我一看都选完了，跟我说猴哥你选一下吧，选一下英雄。我一看就。上单英雄就剩一个尼拉，还有个疯女儿，我说这怎么的？本来波比上单也行，可恶的心仪，这波比的打拿去打野去了。朋友、家人、战斗的理由，这些就够了。回家。星星在召唤我，我们走吧。智慧魔印呢？群星聚在一起。点亮了宇宙。这把没打看见对面的人啊，那死哥是不是挂机了？打了半天没有人呢，这地图上。只不过是一个少女带着小兔，拿出八个金钩飞弹，没什么。出来了，来了个维音，来吧维音。遥望天际。
挡死我！带着啥钱？强攻。左前角没有实时战绩吗？我给你找找。边框特效一直有吗？边框特效你可以选择打开或者是关闭，按一下 Ctrl 加5就可以了。